大家好，欢迎回来。然后接下来要进行的比赛是 Jason 州对特兰克斯，这是在上半区的一场比赛啊。对，就他两们个之人前都的，是分很高的。对，就是晋级希望非常大，但是尤其是 Jason 这边，他昨天三杠一，他今天也是不能掉以轻心。对，像刚刚四狗三杠一，但是输给了 X Hope，也就是说自己还是有一点掉下去危希险。望的。对，所以还是要尽力去打好每一场比赛。而特兰克斯这边是4-0的战绩，他已经对，很稳了。就比较稳，他很难被四个人同时超越。是，因为四个人同时超越就意味着，我们今天一上来看那个分组，除了3个3-1的以外，要有一个1-3的要超越他。对，这个实在有点难了。他底线是打加赛，而且很有可能其他人自然形成的一个比赛结果，他三负也能晋级，这个对，概率是比较高的。看一下微博的留言啊，咖喱粥加油，成绩是做好回复。我狗加油，跟我狗有什么关系？我狗可能有人来解说吧，可能再解说一下。不是，这不是二哥吗？啊、这不是二神哦，他说的是四狗的四狗，四对，狗的狗，四狗的狗，对，是那只狗，那是二哥呀，罗西基嘛。我很真的喜欢炉石这款游戏，暴雪每一款游戏都是经典。我是一个10年魔兽争霸和 DOTA 玩家，感谢一路有你陪伴，电竞青春啊，电竞青春。啊，这个是特兰克斯，形势非常好啊，昨是，天四杠零的这样一个战绩，对，今天的话我们看表现相对也是轻松一些。是的。我们的青春留在了哪里？我们的青春都在这里。对，您正在收看的是大型相亲教育类节目《黄金超级联赛春季赛炉石传说》项目。今天来的嘉宾是李博啊，我们需要给李博讲个题。那我们觉得可以灭灯了。好，合肥站八强，悟空特兰克斯，我胜哇，胜利，超过61%胜利，61.2%，真的是高高。就是他这个成绩60多胜率你就别哇了，我估计可能有2个职业都是60多胜率。对对，也是，因为一个6.2%，一个6.1%。他小组赛的成绩是6-1，然后这个10-1，八强赛是4-0，哇，太可怕了，太可怕了。Jason 州，咖喱这边，哎，周斌，上海28岁，这张显得比现在白一点。对，白一点，然后光线问题，对，沧桑了一点，对，化妆师要给加个鸡腿了，对，加个鸡腿，对，更爷们儿了哈，这个小胡子一留，对吧？是，比较代表性的是王师傅啊，那不是小胡子，大胡子，好，这边胜率是58.8%，但并没有带，是吧？肉法是6-0的胜率，6-0战绩，但是胜率并不高，他好像这次就没带了吧，因为大家的判断对于法师而言都不够好，认为在新的环境当中，对，有带兵法的，也有带任务法的，有一个人带了任务法，是一个人带了兵法，我眼里只有2个法师，八强，还有一个是带了一个元素法啊，不对，叫什么？那是小组吧？不是，这里有这次那是3个法师，三个法师，法师不太多，我印象里是。好，互办盗贼，这是很正常，因为现在任务贼很正。我们上一把看到那个盗贼发挥也是非常亮眼，我打一个快攻，我把快攻给抢死了。不办太可怕了，是太可怕了。主要是两个暗影步实在是对拦不住，拦不住。那悟空特兰克斯也是昨天我们没有解说的选手，对吧？他的卡组也是咱们不知道的。但是人家最后上直播了之后，我们走，我们走。我看了一下，我看了一下，因为昨天他打的是奶尬的嘛，是。卡组给大家介绍一下，他那边应该是奶奇，奶奇，星宇德，海盗战，元素萨和一个任务贼。那至尊州这边是任务贼，奶奇，棕树烈，然后强战青玉德，对，就至尊州的战士大概率是强战，对吧？除非说他发现战士在这个环境下实在玩不了，否则的话他一定会选择强战。是，对，就他能玩强战，一定就他能玩防战，一定能玩防战。这8个选手当中有6个带了青玉德，是7个带了任务贼，对，好像8个都带了战士，是，因为这。唯一没带的就是我不会玩，没带任务贼的3-1，对，没关系，我没带，我可以办你的任务。这边七折又是德，先跑德啊。那悟空特兰克斯那边是德格萨满，那两位觉得萨满和德的胜率是几几开呢？这个萨满有点慢，我觉得青玉德好一点吧。哦，对，但是因为有一波嗜血，也有机会。青玉德毕竟结场能力还是偏弱一点。哎，但是我们看福建里，哎，骑车有成长。是他这个萨满是没有带那张3费的那个灵魂回响的，那张牌其实很好用的。对对。好，一费青玉，一费不要挑硬币吧，挑硬币也没有事情做，对吧？青玉，然后接成长，再接青玉之灵嘛。对的，如果抽到一个青玉绽放，我就跳币了。或者抽到一个滋养，我就上路亏了。是。那这边报个兵不太好打，但最后出次门吧，反正也没有用，因为报个不是报个兵，就是图腾的话，很有可能出报个兵，就很尴尬，对吧？大漩涡的话呢，费用上合理，然后同时，他也不可能再打到什么更大的怪，对的，补刀残血什么的没什么用，是，就是你到后来。那这个有个梦想，就是出一个13的嘲讽，对，至少你要尝试去返场，然后你那个
马桶可能能多站几轮，哎，法超图腾可能能多站几轮，是的，而且多点怪的话，火石图腾也是配合的，是，然后他还是能整图腾。那如果出一的啊，果然出一了，就不尴尬了，这样没有场面了。如果你把我咬了，就是你不加速嘛，我不咬你啊，我把你对啊，肯定是要换。但是说如果是零杠二，不白被打吗？对啊，零杠二号白被打，除了出治疗还好一点，那也行，这样。那先出图腾吧，零三图腾吧。对，是，法超是。这边是压卢盔呢，还是压清宇之灵呢？哦，清宇德的胜率其实不是很好，但是他是专门在这次，专门用来针对偏后期的打卢的。哎，可以选择激活卢盔加隐形之怒。哦，这么选择。先上那个血军强盗。对，可以。反正除了剐，你也不好接我金闪闪，对吧？对，金闪闪呢，拿你一个硬币也不亏。对，哎，剐来了，那就把剐掉算了。反正自己还在抽牌嘛，我觉得可以接受。对，是啊。你这个得最好的结果就是一个刮一个青玉那个爱黑斩或者是一个五十大树了，对吧？啊，其他的牌你刮不刮不重要了。啊，两个四比一，两个四比三。哎，一路飙红啊，飙红，停，根本停不下来，太可怕了。这就是大热夺冠选手绩优股，绩优股一直在红，一直在涨停。这要是有这个什么菠菜竞赛之类的，可以买这个股票，对吧？嗯，那是应该能赢钱的。赫兰克斯其实好像春季赛这次没有拆卡包那个吧，有吗？这次好像没有啊，没有，对，没有，春季赛没有，嗯，之前的基本都有，但是可能有些小网站啊会有这些类似的活动，对，就是压营火，但是大家注意小网站那个别有病毒啊，对，就是有些小网站还是不要上了，你们去的好像跟我说的不太一样，啊，想了想还是管了，因为确实没有更好的选择，是，哎，这个就属于哎，加基森来了，给个硬币非常赚。那现在怎么打呢？这个零三下下回合加基森硬币激活刷呗，对吧？对，这回合就是随便上上。这回就是这回你的选择是青玉之灵还是野性之？感觉路把它解了。陆盔可以上摊一手，就因为你刚交了，你刚加了一个剐，对不对？也可以。我上陆盔的话，下回合加基森激活上一个。打三加打四加八四回八，然后过三张的同时还能解场，哎，增加血量非常好。那陆盔现在是不好解了吧？也能强行解吧？也不够费，怎么都解不了。六费才能强行，六费才能强行解。那就踏踏实实的上个墙，把这个零三挡住，然后上个火蛇好不好？或者把那个小青蛙吃了？是，就是上个火蛇，上个墙呗，就挡住三五嘛。反正你应该没有愤怒，你有愤怒的话，你不能这么探吧？我陆盔看不见，而且你有硬币的，对吧？有愤怒一定交愤怒了。对，硬币愤怒可以，对吧？所以说，读出你没有愤怒的情况下，你横扫解我也不吃亏吧？是，哎，下火蛇吧，三加二，不错，哦，对，没错，没错啊，这样抽滋养的话，加基森都不用出了，对的，没有，还是加基森去找，啊，加基森激活先找一下，最好找到个愤怒，还有最好的买卖，他直接选择硬币激活出隐形之怒吗？我怎么觉得先激活找个愤怒好一点？因为隐形之怒现在你解不了场了。哦，愤怒来了。对啊，就是，那还要打愤怒的。哦，选择先把场面解掉。嗯，不管那个零三过牌了，你先过着。好，这个陆盔倒是没赚到东西。是的。也赚到了，过一张牌。对，多过一张牌。多过一张牌。散完很难受，这两张牌加一块九点血。是的，你场空加一起是一。对，你怎么打？就先不解呗，也不太可能，对吧？不解就完了。对，那就大熊窝加闪电风暴，怎么样？赌一手，就大熊窝打个三就可以闪电风暴解掉了。对，啊，闪电风暴打个三就可以大熊窝解掉了。对，赌一手。不然的话，拿火蛇去卖的话，火蛇加大熊窝也行，但是陆盔又解不了了。我觉得反正先打闪电风暴看一下呗，然后闪电风暴那个大熊窝补不了就火蛇呗。正常来看的话，应该还是火蛇好一点，火蛇加大熊窝对吧？可以先摇个法强，火蛇大熊窝有可能全解。但是如果摇不出法强呢？那也火蛇大熊窝至少能把三四四解掉，对吧？三五先开。火蛇闪电风暴，火蛇闪电风暴是不是一定能解掉啊？火蛇闪电风暴不是啊，也对，对吧？一定能解掉，解掉就是打闪电风暴就可以了。就是怂的话就把它全解，贪的话就可以先打个大熊窝看一看，先再找个图腾看一看。好，那这是。哦，选择不断元素，一个凤凰，哇，下回不过载，万一寻求一个七六六的话，可以打出去，先打掉你。这边的话有没有滋养？还是没有。这个陆盔都不解的，还是挺拼的，兄弟。主要是你不解陆盔的话，不愧是特兰克斯，我只能说，这么勇的一手也能打出来。对，
因为这个地方吃横扫也很伤啊。是，他很被动了嘛。我觉得这个地方他打的有点太冒险了。不过确实艺高人胆大，我学到很多。学到了，学到了。这手打的真拼啊。这边也是不管对面的马桶了吗？再次，对。这马桶他就管不了了吧？对，你过牌去吧。哦，这边是不是值得叫个刮了？因为里边四杠六了，而且你现在不叫刮还真的不好解，你除非火元素给他解掉，很亏。火元素闪电剑可以解。那还可以。哎，火元素闪电剑来了就可以了，对吧？火元素闪电剑可以解。是，如果没张闪电剑的话很亏，因为卖一个怪还亏一费。然后元素也上了，夏侯和抽七六六也 OK。对的。现在这边同样的问题就是，我这过了一波牌还过成这样，也是有点气力还没涨起来，对，有点尴尬。两边牌其实都不好。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打个闪电风暴加青玉之爪加闪电剑好一点呢？不行，过载太多了。过载太多了，然后没有元素了，牌也不多。一没元素，二没过，二过载。手里没有需要的元素。对呀、啊，下午打两回。你要是、啊、你要知道，你手里越没有，你下回抽到的概率就越高。就我现在，我特别想打闪电风暴加那个青玉，因为感觉你打青玉德这种场面，他打了，因为你闪电风暴是没有用的一张牌，是吧？打到玉打后期也没有用，现在用的还是最舒服的。哇，还不错，那可以省一个。那是不是可以大漩涡加？就大漩涡了嘛。对。刀的话，好处是多一个一。还是刀吧，还是刀吧。对，因为你的版本既然是一个清源萨的话，刀灵活。哦，它没有，它只是有刀而已。好，这边选择不去叫闪电剑，把怪卖了。不过它萨满是手还好。是。保持怪的数量也是好事。现在是夏侯卡个元素，但没关系，因为夏侯才上也来得及。终于得空把它解了，终于得解了。哎、马桶得赚了四张牌了，是五张了吧？四五张了，三费上的，是三四五六七五张了。对，这边有个法强，那大漩涡的话是打二不够，有个修法师就够了，他带修法师的。火元素是踹不出去了，那这个东西是暂时不够的。我觉得就是打大漩涡出一个三费温泉守卫就好啊，你这样的话夏侯可以打橙卡。不啊不啊不啊，我怎么觉得出一个四加一好呢？四加一，三位，因为大漩涡是群体打二嘛，我觉得还可以。对，你大漩涡的话，刀器补一个，对，刀你才卖两血。是的，是的，可以。大漩涡好，大漩涡好。你大漩涡留，你闪电剑留的价值肯定要高一些。对对对，有道理。大漩涡好，大漩涡是二加三，费用也合理。然后这个地方争取再出一个好一点的一费生物，对吧？对，是。那要先打大漩涡，这样的话，零四就最好了。是，倒也没有区别，因为不会伏笔。怎么办？一费是，主要是元素一定要打出去。对，因为下回很大概率会出那个八倍大元素了，对吧？哎，这个是法术加血。对。这个地方要吃横扫的，有没有？没有。吃横扫以后，直接元素出七个一了，六个一了，对吧？开始补青玉了，好，赶紧扑，再不扑不行了。四四五三六，场面非常凶悍。那群长 A3 够吗？群长 A3 的话只能解一只，接，但是配合闪电剑可以，没有，可以。和闪电剑群长 A3 我想想啊，也不太好，也不太舒服，不舒服，但也可以，剩一个八八可以的，八八加法强速腾，法强速腾，对，是，也不错。他有可能不想去，就是卖这个二四强，让你撞我一下，他二一换掉一个就行了。那比如你火元素不行吗？你下一回会不会有更好？火元素干什么呢？主要是什么？火元素主要是踹三，对方最少的四点血，啊、很气。火元素你干什么用的？火元素就是踹三六，然后过他，然后闪电剑打四四，也不是很好。对呀、啊，你如果被火元素白白吃了，你一点场面没有，有意义吗？确实，完全没有意义的。其实想出半天，想半天想出个最差的卡。没事，主要你这个回合这个也不是很赚，这个很赚呀、啊，这个占个八七七还不赚吗？对，好吗？这个超赚了已经。你占了个七七还不赚吗？好，抢凉鞋，二四肯定是踢脸了。好，那这边先自然找牌好不好？因为季火打尤格萨隆有点拼，对吧？没必要，你没逼到那个份上呢。有个愤怒是不是能全解？没有愤怒，有愤怒可以全解，对吧？对。那没有愤怒的情况下，滋养一波，再滋养一波，下回强行萨隆吗？因为你这样再滋养的话，等于季火空过，下回你必须得靠萨隆才决定结场了。愤怒可以全解吗？刚才可以。愤怒的话就三费打四，把二四过了，然后四攻打七，然后愤怒打七七，当然会留个图腾哈，但图腾不重要。够啊，费够啊。刚才是四费吧？刚才四啊、哦、五费是吧？够啊，滋养之后肯定是五费的啊。哇，要不要拿？哎，还是七六六。七六六好，这个身材德鲁伊不好解。是的，就是你奥拉基的梦想是什么呢？你站住了吃是解，
对吧？是。但是你站不住的话就尴尬了，那不如七六六能直接七六六，然后这回合继续打元素就行了。这回打过，打过元素了，自己就是嘛。对，上个图腾就可以，继续过牌。是的。这个牌子是不是又只能尤格萨隆翻了？对呀、啊。那就是你要无限投资吗？你要把野性成长，然后激活，然后就再投资三个嘛。对对。好、哦，直接选择压场面，这样下窝师姐直接叫杀了，对吧？嗜血非常凶，如果你解不干净，我上七六六嘛。对，那就等我先不着急出了，投资了，投资一个，大概十个法术吧。好，变个连，他舍不得那个，哦，对，他要留给加基森。哎，因为你啊、哦，他牌库很少了，投资太多把自己牌库过穿了也不好。虽然青玉德无限疲劳，哎，脸加了二个法术也不错了，不少了，十二个法术呢。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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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脸的攻击力是一，是、啊，我以为有额外的呢。完了完了完了，雪崩了，死了死了死了、啊，这个世界肯定死了。特兰克斯一发嗜血弹，是的，真的是强啊，嗯、强！这个叫变身了吧，超级赛亚人了，对对吧？输出一波，对，那这打了这 ID 可能还蛮重要的。对，这一波增加了十二连场攻，是的，是，打得又好，然后运气好还出了法强，对吧、嗯？打得好，长得帅，运气好。这个集合了冠军所需要的一切。我一直就想学习这门技术，一直没学会啊！我已经从业四十多年了、哎，就是没学会这门技术。是啊。那么下一个上个啥？上一个肯定是上骑士好一点吧？还是上德吧？但德的话，现在如果面对一个海盗战，对啊，就对面如果打海盗战，对你怎么办？那骑士他也不好打海盗战，他这个骑士。不是很好打海盗战，感觉今天 OMG 的 Azen 周也是遇到了一个强敌啊，毕竟四杠零的选手，是也希望他能够但是还是心态的，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赛前分析一下，就是我觉得今天上半区的四个人晋级的概率很高，对的，四个进三个的概率至少非常高的。远方传来消息，奶尬的三杠二了，输给了沐雨之风。那现在、哎、沐雨之风也打成二杠三了，是的，现在局势铺设迷离的，因为有两个三杠二的选手，也就是说这两个三杠二的很有可能被拖下马，是的。如果说特兰克斯一个人打到五杠零的话，Azen 州也很压力很大，哎，是，就他们三杠二杠三，对，就会出现三杠二和三个三杠二和三个二杠三，是吧？对对对，哇，双激活，那打任务战呢其实无所谓，因为打任务战需要的是持续的能力，他把资格全换了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毕竟是个任务战，我需要找成长这种牌，而不是激活。骑手很差，卡里这边是，卡里这边骑手也挺差。是你打他，你他自己任务还是要做。对，做的脏手你是不敢出的，对吧？清一德的话是，那就尴尬了。都耗着，你耗着这脏手是你不敢拉的，千万别让德缓过来。咱们看四狗唯一赢那一局，那德都、哎、成长不错，卡成那个样了，最后还是赢了。那个德其实起手很好，起手很好，对，但中期空过了两个回合，对，那空过了一个回合，变脸直接过了，抽了个第二个野性之怒，后来抽艾雅，抽三六强，这都敢下，哇哦，艺高人胆大啊，哇哦，这都敢下，因为这是一个劣势对局嘛，是咖喱的，就是他想拉出一个四二三什么之类的牌，别不错，这个地方是不是？我觉得我还是用头皮打青玉战放，他可以贴甲，然后我觉得加一加一就挺好的呀。是啊，就是说他这么打的话是过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拿青玉战锋，可能这把战士很难，我有点贪。就是我们看上面手牌，下活四的活三跳一个，然后连着排两个六。预算破还不错，给省个斩杀。那交斩杀还是预算网破？预算破好一点吧，毕竟打三的话打青玉战锋后期没有用了。对，斩杀随时都有用。预算网破可以群体打三哦，诱惑力也很大。是，但是直接交了，没什么机会可能。拖了对方一个回合，但是对方也过了两张牌，那到底谁合适？还是德鲁伊合适？德鲁伊合适。对啊，这把很难。关键你要再出去脏手的话，拉的又是一个大怪，对吧？对，别拉出三六就行，拉出那个。你现在对方过牌，他更不敢出脏手了。好，现在硬币可以出这个五三六或者五二七，看他选择。先出二七吧，先出二七。是，哇，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他为什么还要选择出脏手呢？用硬币呢？其实你拉三六还行。对，就拉三六还行，但是你为什么还要脏呢？就还是想要。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第一个人品太差了，所以看看第二个？判断你没有加基森。就没有加基森，你拉出个怪也不吃亏，也不占便宜啊！我就这回就暗费拍怪，拍拍拍拍拍，你爱乱斗不乱斗，然后我再滋养去过牌。对呀、啊，这两个一吃，暗费拍怪。对呀、啊，很好打。现在真是都有点崩了，他
这边稍微有点着急。你有两个五费怪，你可以右边跳一个再出一个，对吧？你不要急上数。对，我跟飞狐昨天就在讨论，就杰森周从昨天开始打牌都非常的快，你不觉得吗？对，就是他不再考虑的了。就但是他其实复原战绩很好，是当然他。战绩好不好是另外一方啊，这另外一个事情。但是他昨天确实打牌太快了。对，我战绩不好，好歹我打牌慢，对吧？不，就是你打牌快，打牌快会无形当中出现一些没有必要的。就是、你可能没考虑到一个点，对吧？没有必要的失误。我唯一能理解的就是说我这反正劣势对局，我甚至赌你手里没怪，我先带一个二六。就是我没有，他不是没事。首先没怪的话，没怪的话我一定是亏的。对面是七张还是六张牌？没有怪的概率实在是太低。拉出一个青玉。只有拉出青玉是赚的，只有拉出青玉之灵是赚的，三六也勉强能忍，对，毕竟你少一层，就是三六也是场面有点亏了，就是让出场面去了。你包括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可以马上脏鼠乱斗的回合，他觉得先把脏鼠压下去，这个地方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对，是因为你可以等两回合脏鼠乱斗了，脏鼠乱斗的话，能保证脏鼠拉那怪你不会害怕他，对，要不然很有可能你在被迫打乱斗的时候，你场上没有怪，或者说是对面场上没多少怪，对吧？对面场上两三只怪，你打不到乱斗，不好打，对吧？对面因为是看到了加金森这个第一个滋养过牌了，是的，就跳废了，跳废了，下位直接对滋养过牌。对，因为有加金森嘛，我牌不会断。如果没有这个加金森，我觉得慢慢过也还好。哎，是的，这边是横扫了。三三肯定是吃个二三吧。嗯的，摊一手，然后这边横扫加二一过墙。是的，然后滋养，滋养一下，最好还能抽个那个什么。它是双大地之灵的这样一个版本，对，但双大地之灵就是配合加基森更好。是，你像奶嘎的那个牌，它不但带了大地之灵一张，它还带了两张爪机来配合这个加基森，同时来弥补一下以前那个小树苗的作用。对对对对 对, 对。好，这边这个场面还是不可乱斗的，因为只有三个怪，就美国三个怪的话，战士特别难受，因为不好乱斗。对，他在想出不出，他可能想配合加基森去上头刷，也可以。但你三个怪。不是他叫不能加刷嘛，就是他为了刷的话可以不出。你三四这场攻这么低，人家占一个墙，你是不是很好过的？这样的话，我这个场面你就乱斗了。那第一个清玉护符，对我下次是六或者七，不可能乱斗的这个地方。对啊，不可能乱斗。对啊，那所以我既然判断这三个怪你不可能乱斗，那我就要吃上第三个怪。先出三一四吧，三一四找张墙，如果没有好墙的话，直接硬币出五二七吧，因为现在要速度做任务了，不做任务赢不了了。对，是吧？只能靠任务每回合砸个八八，能把他对面怪全砸死才有机会。而且还得每个回合都打得怪才行，有点难。三百没有四倍的曲线，没有的话，那直接硬跳五。七六八不错，七六八下回合出嘛，有点慢。我想拿五三六一点。那你五费有的出，你五费有怪出吗？哦，哪嘎的三比四，三比四，这边帮助你这边消息是怎么出来的？啊，我这边是收到微信了。好，第二好的结果，但其实差不多，最好因为这跟第一好的结果差太多了。对。那这边就 buff 过牌嘛，就到这次过两张嘛，对吧？是加基森 buff 过 buff 加过牌了。因为加基森 buff 要变五五是不怕旋风斩加鱼死网破的，只吃斩杀嘛。加这个，它也可以，它是分散投资。嗯，对。就是加给加基森的话，可以防旋风斩加鱼死网破，对吧？对。那么加给这个的话呢，就防不了，但是呢。能多打伤害是也可以，但是一点伤害真的是。但我感觉还是保一下好一点。哎，是。虽然他没有吧，对吧？这是都是后话了。好，八二四不够。虽然平衡直接带走，没有给加一次吧？好，但这把确实是不重要了，因为得到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劣势对局。是，如果这两个脏鼠实在是太亏了，主要是。对。你让对方两费加三费加基森开始刷牌，那肯定是很伤的一。还有那个哎呀黑掌，等于两人出了一个五三，还得带一个一，对吧？五三带个二二吧，当时对。他确实劣势对局拼了一下，是能理解，但我还是希望，之后的比赛能打得慢一点，对吧？他能够慢一点，就其实他以前打牌没这么快的，就从昨天下午的比赛开始，速度变得特别的快，是的。这样的话，其实对他自己，也会有影响，我觉得。对的。当然了，如果他有更好的这个思维模式，已经判断好最好打法了，就另说。但是我觉得多思考一点，因为这是合理的游戏时间，是的，也是合理的比赛时间。哎，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比赛是可以用笔记的吗？不可以，不可以，是吧？只有国外对，就是只有中外对抗，非有不接电话积分的比赛，就第三方邀请，他没有一个规定就可以，是对，就暴雪官方的比赛哈，都要求不允许，那国外也是不允许的，对吧？对，但是我们看一些允许的，比如说 Live Coach 私人办的邀请赛，那都无所谓了，我无所谓，对我不牵扯到接电话积分。那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可能有的人写的是不好看，所以他怕不公平。
可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直播效果吧，就如果你是你可能会对节奏上有些拖大，对，包括因为一些体育比赛的改制，是对吧，改型，比如排球、羽毛球改成每球得分，等于是给选手的直播，对选手的就是技术要求更高了，就是你不光要打得好，还得记忆力也好，对吧，以及直播会更流畅，因为你记牌这件事儿，你拿观众看起来很不舒服，观众跟着看你一定会慢，对，好几分钟节奏就像篮球一再叫暂停一样，对，我们看到骑士骑手一般般，对，这把应该是咖喱可以拿下，因为优势对局，虽然骑手很一般，这没关系，那直接上去把过牌吧，对，找个轻易绽放，滋养也行吧，都可以，陆亏滋养吧，一会儿也不错，是，因为陆亏打骑士，只要对方场上没挂，是非常厉害的。其实这个暴兵反而让咖喱很难受，就他被人咬呢，还是撞掉找你什么，就是自信不自信的问题。我觉得可以先变脸咬吧，这回合空过一下也。他很多自信，找轻易绽放，或者是哎激活不错，但是激活不舒服，要不要？激活滋养不好吧？激活滋养有点，关键自己手里有个陆亏，很对啊，很想跳不好不好。对，我觉得可以跳一个幸运之灵，激活点幸运之灵好一点。滋养了，哦，滋养的话真不太好，因为滋养的话手牌有点跟不上可能。就这样的话，万一后边鬼兽能激活呀，什么横扫之类的牌的话，手牌有点跟不上。因为如果他脑子里是计算了很多回合，就是你下一回合入对手还是报告，我控压陆亏站不住，因为就不我可以上个清晰之灵啊，激活上清晰之灵，下回合对面出报告的时候，我的清晰之灵解开报告，然后上个三五，三五对面一定解不了，对吧？很难解，再滋养，对，很难解啊，除非平等锋线，你严守平等，严守平等这种。这边应该下个苦痛吧？是，但是现在这边就是咖喱抓法术就可以，我就因为我自己都是有一直有怪术，然后我抓法术的话，我就可以加。咖喱带了几个大地之灵？一个。那我看伍克斯雷克斯这边是在考虑压末日的想法，就是让卡你个六费节奏，对吧？因为六费的德鲁伊牌是非常可怕的。咖喱的这个牌当中带的小法术少，他是用了血军强盗这张牌想去骗一些硬币嘛？对。但其实对面特兰克斯也是有一张强盗的，是，就刚才是我们没有看到啊，也是带了哈。对。立即行动。那其实咖喱的小法术带的比别人少，稍微吃点亏，选择压个身上的土，因为他塞了利爪德。哎，这边四加三是不够费的，那是上什么呢？只能上陆亏，对吧？因为上二三的话被对面转牌了。对，那这边其实还挺开心的，你陆亏什么都没赚到，我该砍砍。对，我这苦痛无所谓，但其实还是劣势，就是他是费用太多了。对，他就必须要在佛经之前的一个回合压末日。对，然后换一换你，因为你要反先手，比如说，然后在我比如说平等奉献再压末日，而且还得抓到佛经才可以。对。就你比如说你如果场面被德鲁伊压了，你一个末日把打回来了，但你没有很好的战场，德鲁伊不鸟你，你又斩杀不了我，再扑还是完。对的，必须得有很强势的战场。哎呀，黑掌和武士大树选哪个？我觉得可能哎呀黑掌也不错，但是因为有把刀在的话可以选择武士大树先超猛，是因为现在青玉稍微有点小。对，主要是刀把你五三一砍掉，你就没有场面压力了。是，哎，耳朵神抽了，城管呗，管应该是要交的，就是末日交不交的问题。两个末日可以交，但一个末日一定不交。嗯，因为现在我反过来之后，我只能占一个四四，太弱了。但是现在有两个末日，是不是要交个末日好一点？但是管是肯定要管上的，不管上的话，你单出个末日，对面随便就给你解掉了，对吧？等于你白亏自己一回合。是。就像之前我们看到 X 后不打那把，就 是他在对面啊双末日直接压双末日，留神管，就是打的，这样肯定对面其实是解不了了。对，那。咖喱州这边要不要选择上个艾亚黑掌去强行的？这不没有青玉太小了，只有一对，没有青玉太小了，算了。我是觉得这双末日，这一回合你抢到了，然后你先手占一个四四，这个四四不足以打死一个三十三血的德鲁伊。对他也不是想打死，他只是想让对方占不了场嘛。对，但是你一两个回合之后就被人家德鲁伊又反过去了。对，他就四四加上武器，他有八点攻，他是这么想的。好，这边选择出四四还是选择出三一四找佛丁？三一四现在看，如果找不到就特别特别的亏。找不到佛丁的话，出个岩术师也是四攻，倒是无所谓。对，那还是找吧。因为你不找佛丁的话，就像李博所说的，出个四四，下回干嘛呢？再出个四四，就是你压力好小。对，压力好小。你必须要先手压着德鲁伊去打。是，哦，还选择这些怪是压不住德鲁伊的。这边有菊花树拿了，哎，菊花树好，下回可以直接硬币菊花树。但给个四四觉得亏亏哒啊！是这边六加三，但是八费也就告诉对方直接解掉了。对对，六加三把它干掉。是，那个绽放留也可以留一下，可以那个什么。
这就是问题。泽鲁伊怕的是你很强势的战场。对，这个三一四配合聚花术还不错。是，一会儿。哎，那先，三一四先找对吧？找完了以后呢，是砍掉锋线呢，还是直接耳朵管上？哎，这张六费的三七也不错。嗯，能管一轮，能把你一轮清御全变成三是。哦，直接硬币出一个。他是感觉要考虑要出这个打法，没有出。好，这边可以刷一波，先激活。是这一波刷完了，骑士我觉得跟不上了，有点。你就算岩石平等，你只有六费去复怪，你六费的怪压不死德鲁伊。哇，这个以形成场无限刷。对，我会刷，我会刷这个。愤怒来了，要不要打？反正费够，你先把零费的全都刷了。对。现在有个问题是解不了这个一次的情况下，那么就不需要聚花术了。其实不需要解。我现在确实这个聚花术有一点厉害啊，这是我刚才就是计算外的一张牌。对，但这张牌是个明牌，有可能是圣聊嘛。嗯，从咖喱的视角。那通过聚花术的考虑，是不是把一次挤掉好一点？毕竟是个场所。时间不等人。这边手牌是不缺了，德鲁伊这边是的，而且实在不行有个闪龙的梦想。对，贴吧，贴吗？是没有，你不贴你告诉我场面的，你是砍了夏金森没有问题，对对吧？这咱们对没有问题。然后你不贴，你贴了打脸吗？你六四四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二加二加二加六都比较好，就是二加六比贴这个好，我怎么觉得？贴的话很傻，就是你占一个八八有厉害吗？那二加六的话，就一三先吃个一一。然后把人按压给一个三三砍了，那你就是二加六就是一三吃一一，对，出一个二，然后出一个六砍三三加一四还能省一点血，对，这是实时吧？这个计划术好像是，计划术是实时，实时，实时，就占个实时的话，感觉对场面帮助也不是很大，因为对面就是虽然不好解，但是想解也能解掉，或者人家就拿血还多嘛，是，你打完了还有十九，拿青玉巨兽加青玉之灵顶你一轮，对你这回要怎么打？那平等奉献，然后再打一轮，所以说十杠一，是不是先战场好一点？好，这边先出。哎呀，这个真的是差，战术撤离。不过这样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有机会找丁丁去。二号，那就硬币跳了吧。反正你现在留硬币也不能出恩佐斯，对吧？对。但他这块是不是血线上？不过他现场法术可能跟他影响后续打法。对，当时他是二十九血还是 对吧？对，这样的话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是拿了一个一费的什么东西，还是说拿高费的？是迷惑型，迷惑一下。那就中规中矩的两个青玉，哎，这个要不要撞一下？不撞了，防你一个把我反撞平等锋线。嗯。那这个场面岩石锋线好吗？岩石锋线可以把。杂毛都解掉，关键是那个阿雅掉出来的是四四，岩石奉献的话不够再出真心剑的，是对吧？岩石奉献这是不是还能再烧一啊？想想啊，你说那个王宇吗？啊，不能啊，不，那是哎能吗？不，应该是不行的，因为如果岩石奉献你要你反完了后烧吧？对，因为我们在遇到青玉的时候比较少，但是在遇到像猎人的时候比较多。那，哎，猎人那么多的王宇，你从来没有靠岩术师烧死过他的王宇，对不对？好像是，因为你奉献就把他打死了呀，可以吧？好像可以，好像可以，可以吗？好像可以，是的，可以。那试一下呗。嗯，可以。战术撤离打不出来，我怎么出岩术师是不是就是要打奉献呀？那已经出了就肯定打了呀，也因为他这样他真银剑加二啊，他要砍这个，然后还是不理那张牌吧，等于思思去吃，要不要报告？就你要报告对面会不会拿愤怒直接机智的打你的那什么装失误？那你这个不告诉我你是个战术撤离吗？对，对吧？你因为你这么出色的选手，而且一样啊，就是你摇个报告。他也顾不了你的强打报告，对吧？有愤怒的话，仅仅三二也一样是把你三二拿回去了，对吗？对，这报告可以摇啊，他肯定是真的失误了，就绝对的没打出来，真的是烧绳子了，因为确实没有必要。不是，那你回手一个报告，就听着就不厉害。那你回手一个三二就厉害了，也不厉害，对吧？对，没必要防啊。三二好歹能那个啥呀，能是我这个应该还是就是烧绳子没来得及摇吧？对，因为这个没有必要，
你反正他要奋斗的话都能解，没有奋斗的话横扫的话也是你先复活那个四杠一，对吧？这因为四杠一先出的，这局段怎么都难打。这个玩你这个五四六别出了，出了容易爆牌。不过也只爆一张，你幸运护符在手里，别把它爆了就行。是。但我觉得对对，绽放这种没用的高费牌打一打，对幸运之力这种。他这个护符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一个对吧？哎，卧服是第一个，开场就不是开场就换了一个报告，哎，不是那个是开场是血法，那是第一个，真没劲。好，做两个雾。如果抽个平等是不是还能玩？双风险，岩石双风险能解。然后人家接着扑，好像就是有点蠢。对，虽然那回合我承认他双末日你也不能说是打错了，因为他当时很难受，手牌很难受，我们看着，但是就是隐患就在于你没有办法返场，再也没有办法返场。有了，我定了，但现在没有末日压场比较尴尬，对吧？对，这是天使所说的问题，就没有末日压场了。要不要砍一刀上一个大城管？对，大城管呗。对，砍了吧，砍了二三出一个，砍二三二一一样，嗯，上个大城管吧。是。然后拿个战术撤离，战术撤离就挂了，你就别想战术撤离否定的事了，没有这种好事了。而且战术撤离否定也亏节奏，对吧？救赎战术，救赎否定还可以，战术撤离否定太亏节奏了。无所谓，你就不影响我下一个青玉的数量。是的。那这边是六加三，我就出俩青玉，我就没有出俩青玉，我有青玉，我那护符不结场吗？就撞一下吧。六加三，三七对他来说无所谓吧。就不留点资源吗？先把场解一解呗。你说现在法术多，怪少，你把怪都卖了的话，一会儿没怪了，他给你拼等，延迟拼等以后你没怪了，对吧？可以。你青云护符怎么可能没怪？你的意思是一会儿打不出那么多怪？对呀、啊，就是每回只能上一个怪，就跟没怪没有区别。因为他手，因为他过牌都已经用了。对啊，所以说先把法术用一用，而怪少是，对吧？那是一个三费的七七也可以，青云这话。那硬顶佛钉吧，这会儿顶佛钉最好的时机了，这会儿不顶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刚才你看那个巨花树那会儿不用，虽然用了也不一定赢啊，这咱事后诸葛亮，但是你没有一个太好的时机去用了，太慢了是吧？对，这好，那这边要不要强行铺一波？因为这个佛钉在场还是有点压力的，铺一个就行，我觉得铺两个有点危险。还是我觉得上一五费拿硬币的，然后愤怒过一个，然后六六吃三三吃，还过吗？五三二，因为你还要把那个青云绽放再打一个。因为我手里留着能铺两张，那什么的，你就两套平等奉献。他这张青玉绽放不是他这张青玉之灵，青玉这个叫什么来着？青玉护符，一直不洗进去，也不去用，是什么目的呢？他就希望等牌库都最后一张我再洗进去，这样我就可以就可控，保证我的牌全多少，把我其他的全都放在手上，是有道理。我有点想五三二啊，就是愤怒我再过一个，我不怕，我也不怕疲劳的，是，我就五三二这样的话。死得比人咬，因为自己血量不安，很安全，对吧？就不过了。这个三费可以啊，哦，他选择保六六血量，卖三三，保六六。哦，这样的话出两个青玉绽放吗？是，这样的话就可以出一个也行。这样的话比刚才你这打法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场面压力更大，对吧？你是个四六，这是个七七，场面压力更大。其次，我也不需要过牌，像你说的，我不怕疲劳，也不需要过牌。我打法确实不够好，对，不过确实优势比较大，就是。那菊花树解一个不行，要死。菊花树你只能解三六。对。那要死，砍掉三六，然后上两个墙怎么样？或者上一个恩佐斯，砍掉三六，上一个恩佐斯好不好？上恩佐斯有可能死，因为只有一个墙。但两个一四的话，跟恩佐斯那个墙，跟那个佛丁那个墙也差不多血量，有点对吧？哎，是不是就？我们看上帝视角就已经死了。有点横扫，对吧？就是出恩斯的话，那是一个佛丁，一个佛丁的情况下，一个还有六六七七呢，十一点血。那这回合上墙奶血怎么样？上墙奶血，上一个墙奶一口血是吗？上两个墙再奶八。上两个墙。上两个墙好。上两个墙奶八呗。对，但因为确实赢不了了。你抽到平等，这我给你一个岩石平等，出两个墙。主要是你没有末日了，没法返场。没法返场。对。对你返场空场，我亚恩佐斯。对对。德鲁伊要崩。对你没有末日，这就是一个，其实这会儿是最，但是他现在连平等都没有，末日是下一步的事儿。对。好，这仓鼠。仓鼠可以拿，拿了个怂的，上个自走炮好，自走炮。建议吧，我真的建议拿仓鼠，因为拿仓鼠的话，我觉得未来平等的话，我和岩石平等仓鼠，我去你一波大的，然后你下回不有怪能扑，对吧？你这样岩石平等的话，对面还有很多怪，你很难。那游戏结束了。
横扫加横扫死了。对，横扫横扫变脸。对对。好，恭喜郑振洲是扳回一城。啊，是的。对，现在特兰克斯2-1的领先。在八强的比赛里面，我觉得德是关不住，德是不可能是一个最后跑不了的职业。对，我们看到每个人德都跑掉了，因为你只要慢速的，就基本上打不过青玉德。青玉德体系太完善了，主要是。是的。快攻有可能背锅，骑士有可能背锅。对。青玉德毕竟是上个版本的这个遗留的产物啊。对。这个其实他很有可能会遗留一年，有这种可能。有。就像在有一些卡组，在他被修改或者退环境之前，他确实可以一直用。你像宇宙树，对，奇迹贼，奇迹贼，哎，就他，如果你不强行退环境，那是肯定可以一直用的。对，因为他可能不是上限最高的，对，但是他是下限可以接受，够稳定的，就是一直能吃环境中的几个卡组，对吧？因为天师当年教我打炉石的时候，是跟我说的，说他更看的是下限，这张牌的下限是什么，而不是这套牌的上限是什么。对，上限有很多牌都非常高，那天胡了很多牌都无敌的。是的。对，但是有些牌下限它也很高，比如说青玉德下限也 OK。像天师的下限就是一个二三，对吧？对，也很高。上限546，没事，老大大大大大，对吧？天胡战吼3-2打1。嗯，是。上限还没别人下限高，实在太 low 了。狩猎开始了。好，恐龙学习都有，但是没什么价值。3-2打1好像能打你的下限，1-3，好像可以。这个詹森州的棋手，追踪术应该是不留这张牌，对吧？问鼠群和动火帮可能考虑留一张，或者是留两张都留也可以，因为后手，对吧？那恐龙学现在肯定是没有时间上的一张牌，虽然是张好牌，但是现在不敢留。是那两个箱子不都能留啊？赌两个，考虑留两个箱子。赌能换来一个一费曲线，然后嗯，要一硬币跳三，然后出个三。对，他的一费曲线还是很多的，他毕竟现在猎人一费曲线非常高。是，对，这。对，就熊班虎很厉害。对，哎，为什么他不上战士上骑士呢？他怕对方。哦、他选择留了恐龙穴，就给你打后期了。对，因为你是一个骑士，我要欺负你。是，这个骑士感觉应该放最后跑好一点。不过，如果骑士能有末日压一压猎人也不错的，但可惜没抽到。因为悟空特兰克斯那边还有个海盗战，他悟空特兰克斯就怕你拿这个强战，就抓我海盗战。对吧？对，你强战跑了以后，我骑士没得打了，所以我必须得硬跑这个骑士，对吧？对，硬跑骑士，对方是硬留战士，然后最后就变成骑士跑了战士，然后战士被战士关了。是，就是这就赌心态了嘛。赌心态了，嗯，是这边因为战斯州也读到了，觉得你可能还是要跑这个骑士，对吧？对，没有上战士，没有打动物伙伴，动物伙伴实际上如果出于那什么特别赚雷欧克，而且这把如果说特兰克斯又输了的话，那特兰克斯还是要出骑士。因为骑士打骑士不吃亏，打战士优势，对吧？对，他还是不能出这个战士，他除非这把直接上战士去拼这个猎人，否则的话战士不敢上了就。那就是两个人骑士的版本比谁占优了。是，哎，这个433拿了吗？拿信龙，他没有刀，有刀可以考虑拿。对，但有真心剑他也不一定拿。这个猎人带不带那个？看看。好像这次中没带这个杀手锏。是，之前咱们集中那场的时候就是。他为什么不选择433？后来一问，原来因为怕杀手锏，而且是被吃过一次，所以有这个印象了。哎，好好聊，不是问的，是咱们分析出来的。哦，分析出来的。问的他为什么那么偷偷去问的？啊，没有，聊爆了。不是，我们在那个解说的时候开始在犹豫为什么不选433，因为433收益特别好。帮主突然醒悟了，是不是怕吃掉？对，但后来问了一下，还是问了一下。然后我们说他那时候打得好嘛？对，就特兰克斯。然后他说他上一局你们没吃，是另外一个人，就是特兰克斯，就是特兰克斯。特兰克斯说他上一局刚被吃过一个，所以他不敢选了。是，嗯，是。那这边出个426被驯兽师架起来就白吃了，很难受，对吧？对。那不然呢？二都管伤。你架起来还是白痴，我就至少我426还活着，墙被白痴，总比怪被白，就总比对你六血的一个东西被白痴，真的是太伤了。这俩平等特别卡，有一个岩术师的好一点。对，这边咖喱可能要一直用恐龙穴去压了，就再不那什么的话，哦，还选择拼了，那恐龙穴吃了你，那恐龙穴白吃了，喝多少？哇，来碗盐不喝、无所谓，那恐龙穴也是吃嘛，是。不好打了，这就很难过了，那就还得耳朵管又被白吃，对吧？对啊，那耳朵已经不好使了，对，再也不好使了。也不是，就是至少这六张闪光先降一降再说，对吧？只是
不能说白吃惯了，就本来二十多的上限是我把你给管上，我把你白换了，对吧？是，我还能活着。现在呢，只有下限了，就是我先把你现在成功降下去。而且这个骑士很惨，苦痛过不到牌了，苦痛被克多了，被克多了。平等锋线倒是来了，可以扛一波伤害，他还可以。以前我们打猎人的时候都很担心对方有身手师，现在就是明告诉你，我每回合都有一个身手师。是是。杀戮目前没有用，这科多赚了。就这个地方，是不是都要交平等锋线了？我感觉，因为太疼了吧也。对。对吧？下回合又是一个武器，哇！砍吗？砍的话可是又无打脸了。挂个挡刀呀，挂挡刀也行。挂个挡刀吧。嗯，扛一轮。武器打脸也很疼啊。是啊，要不然因为你挂挡刀，对方也不可能有什么放狗什么的来。对。哦，这边不挡刀，直接。太贪了吧！吃牛，那是不是快死了？那我哎，那还是吃狮子，还是狮子。对，让你阿三五八，我还吃了就吃了。还是狮子厉害，出狮子踢一脚脸直接绞杀，13点场攻绞杀。就现在的尴尬地方在于，像天师所说的，你把我管上完了再成长，对吧？是。本来是通过管狮子非常赚的一个行为，因为你狮子都废了，现在不一样了，你通过管我狮子，我狮子加个 buff 把你白吃了，对吧？这是恐龙学厉害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自走炮，然后一加四攻去把三五砍了，对，然后在20多上吧。再加个挡刀，再挡刀也到，就疯狂苟活，就死先不死，还加吗？哎，这样死吗？这样是不是都你15减3 12，这样都已经哦不行，他已经没有射箭了。对，他能加两口血不？正好，好、哦，他选择直接加血，加血挡刀，加血挡刀也行，那就挡狮子嘛。对，是。有放狗的话，是不是要死了？放狗的话是9+6+6+5，11加上没有加了，就11、啊，就11没有了，那就11死不了。对。这个巨龙树还不错，这龙树还不错，这人有可能死啊，就给一个风怒啊，放狗然后风怒啊，也不行，这没有放狗，首先他肯定先找风怒，因为他不想，他不去想对面是挡刀的问题，对吧？肯定要打脸的。挡刀我也是打了6打了8呢，加一加一潜行，那加一加一吧，三生命值没有意义了，反正对面今年场肯定要平等风险解决， 对吧？加一加一多点攻击力也不错。怪是不是就不给了？还说再给一个王宇怪？这是一个给是肯定要给的呀。我就说你还要不要再出个怪？这个要出的，再出个王宇怪，然后加二走脸就完了。对呀、啊，是。好，这一脚吃挡刀了，很难受。但是但也没办法，克莱克斯这边也不舒服。他平等，然后做狮子，然后去奉献，去奉献，然后这边还剩个3/2，再 buff 起来也难受，对吧？是的。那金龙骑兽又挡不住，那4/4把3/2解了，然后先上一个3+3怎么样？好不好？先管上是吧？也行。4/4把3/2解了，先把他破了王宇，下回合再去打风险。对，这样是不是好一点？想着去先去破王宇可以。对，因为我觉得这回平等风险不好。不破王宇，干嘛破王宇呢？就4/4撞3/2啊，然后2/2都管上嘛，对吧？上一个3/3，这样不是很舒服吗？就这样的话，骑士首先不危险，对吧？其次，我场面比你还厉害。那报告摇不摇？报告摇啊，就不管放狗了，应该不管了。对，不管了。因为我的报告可能用来破你的这个一怪，对吧？对，然后跑锋线用，但是也可以不摇，看他自己选择。他还是摇了，摇了。这个时候觉得已经劣势，就要拼了。是的，对，就我就这边两个杀戮非常卡手。那上一个2+3，主要现在全是小怪，就是这些怪对骑士来说他没有威胁，对吧？对，我现在放着你这些怪不管，因为你就厉害，下回合就破锋线嘛。是，对。那这时候看来是不是他比射箭还不如？就这个技能是不是不如射箭好用？射箭好歹我射着对面两个跳着打死。问题这是因为对方又有挡刀控制了你一次九宫输出，对，又加上20多把你的九宫减下去了。哎，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控制的话，其实这个+2+2还是很恐怖的。是的，其实还是有奶嘛。是，对，一个打消耗的这个+2+2和一个打这个拼脸的直伤，可能+2+2会对场面消耗更好一点。是的，也是有道理。他自己破蛋了。那这边可以不可以平等风险升解？可以是可以的，对吧？解是一定能解的，解是可以解的。嗯，解完了以后，他现在是没有什么，没死过王宇吧？没死过王宇，所以恩佐斯一会儿没有什么用。其实可以解了，对吧？3/3撞2/2或撞一，3/3撞1，然后平等，然后1/1撞2/2，然后手里再留一套嘛？对，留撞3/6，然后8/1缝线，然后下回合恩佐斯是没有用的，对吧？没有王宇。但如果他打双缝线，自己能占2个怪？不是，就是没必要吧？我这样的话再留一套嘛？
这三三应该撞一号，这样伏笔了。不，三三撞二，一吃那个什么，打一个平等，四一把狮子撞开，然后再封线。对啊，就是结果都是这个结果，就三三一定要撞一啊，这样不伏笔啊，因为这样的话掉一点血，撞二掉两点血，结果肯定是这个结果。你都要打平等了。对啊。这么打呀，这么打是没问题的。那么打他也是三一，也没伏笔。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是对呀、啊，我这个好像是这样的，对，哎呀，好像是这样，怪，反正是是，但是至少我们每个细节都没有伏笔，对吧？虽然结果没有伏笔，但每个细节都没有伏笔，给两个怪，是然后给两个怪，挑着 buff， 哎，看看什么？哎呀，好弱，有点弱，有点弱，你把这个 buff 成四五吧 ，buff 成三三三一也给你换，对，还是 buff 成四五吧。那人这个剑龙骑术，剑龙骑术厉害了，那猎人没有希望了，感觉。这个猎人关键是二十二血，对啊，就杀戮现在是废牌，是，可惜了呀，这一手是，那悟空特雷克斯这个骑士一旦跑了的话，那就是战士三跑对吧？战士三跑的话，跑一把就赢了。战士的话来跑这边的，讲个笑话，我是来观海盗战的，那有点难，有点难。他这海盗站还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就是还是挺正规的海盗站，对吧？是，我觉得特兰克斯这局在逆境当中真的打得挺好的。对，其实这把他一直就是场面很烦，但是一直没有生命危险，对吧？对，他一直场面非常非常烦，不好解。要不是那挡刀，真要死。对，挡刀这九宫太关键了，太关键了那一下。但不是挡刀的话，他也可以平衡风险解，只不过是场面更难受了而已，对吧？但是打猎人和海盗站这种卡组，肯定是优先选挡刀的。对，这种挡刀很有可能就是三攻五攻起步。是。对，海盗站骗高级斧啥的也非常赚，对，因为海盗站它没有那么多冲锋，而且这个自走炮是三一四给的，哎，如果没有这个三一四给的自走炮，可能也会差很多。自走炮是自走炮还好吧，因为它只挡了一些小东西而已，但是它回了四血，是挡了好多攻击的频率，两个攻击频率加四血，嗯，我们这边好强战，那肯定任务是不留的，这个刀肯定要留，一撞破应该是不留的，脏鼠可能考虑留，对吧？哎，我有骑手帕奇斯，哎呦，我双刀骑手，但斩杀是没有用。这边应该是这局咖喱优势了，从骑手来看也 是。就上面还是那句话，没有刀的话就不好打，对吧？是，那直接出脏鼠好不好呢？今天看的海盗战都没有刀，好像是。哎，那不出了，下午可以硬币跳普通石僧，或者是提刀都可以啊。先提刀，下午出脏鼠去砍你一个怪，也是这么打法， 对吧？有什么砍不掉的？四费五四砍不掉是。只有一个，对，他没有带那个多多蛇的，所以说脏手不怕拉出上线了，砍不掉，嗯，但也就忍了，其实，对，那这个怪该出还是要出的吧？这手牌已经相当差了，他不会要等一手刀，然后等个 combo 吧？这要等就等于等输了。但是这怪出的话，我顶，如果你干力或没跳武器，我肯定就出了。你告诉我你那什么，真是很难受。但是我不让你砍这二三，你就砍别的。脏鼠还出吗？是不是可以考虑砍一刀不出脏鼠了？砍一刀不出，对吧？不出了。没必要出，因为你现在留你一海盗无所谓了，我不需要战场去进一海盗了，你刀都没有，对对吧？我不怕你升级，还是要出吗？脏鼠万一出一个，四五四三二四怎么办？你告诉我出一三二四，你砍三二四还是砍三二三？你砍二三呗，你砍二三，然后那个暴乱狂变成三三四，然后呢，你不得撞我吗？撞我斩杀了呗，也不是不能接受。就现在对于。下边战士来说的话，场面没有不能接受的东西，对吧？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不能接受的，只是说多买点血或少买点血的问题。那比如人家升级英雄打击过了你这个脏鼠，那个挺高的费用过来，你现在的自己的手牌解四血，真挺难受的，你不觉得？是，也是有道理。但是我是这样的话是有点抬杠以及那个什么，但是我就说，但是出了也就出了。会玩的海盗战第二局已经开始抽帕奇斯了，是，又抽帕奇斯。你看这你看这个三个四怎么打？会玩的海盗战已经冲帕奇斯了，第二个。但是职业选手们得有一点素养，不能跑。但是确实打不过。三十二血，对，这再抽一个食尸鬼就可以，啊，这都无所谓了。先出普通石僧吧，牌不够好，对吧？是不够好。出三一四没有必要，现在不怕死。然后刀砍掉，刀砍不砍都可以。你手里有第二把刀，你不砍那个二一吗？因为下回不一定有费用去提刀，所以刀可以不砍，对吧？就看他。干里洲这边要怎么打了？就是这么紧的话，可以不砍，没有必要。对的，哦，还是砍了。那砍了的话，下回就得提刀，很难受，费用不太舒服。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不敢多掉血，不想给那个脏鼠多掉一些。那脏鼠是二三跟二二，它居然没区别，好像区别是不太大。它主要是它如果解了那个牌的话，如果不砍那个一的话，可能对面出一个三三的南海船长，对吧？对对，就把你过了墙了，所以它要砍。
是随便打，但这把刀就不用出了。食尸鬼是好，食尸鬼完美。嗯，食尸鬼打脸是，手里有枪有刀，对，血线还高，对，然后自己的牌库的嘲讽密度极高，只能说三一四。这么贪的地方都不贪，对呀、啊，就这个地方打的为什么这么难呢？我不太理解，我就感觉一定要贪啊，就这都不贪的。他俩食尸鬼就是只差用，觉得对面石头打怪，所以要食尸鬼展开配合。我们看一下他的战士带了是什么三二四没有四五四没有高的就是四五四啊没有带多多蛇对如果他有多多蛇你这么打对我都 OK 这真的可以摊一下我觉得我的信仰咖喱现在是一个稳重型选手是就不给对面一次打脸的机会对的那暗匪拍墙那现在怎么打呢你六血墙吧你毒墙是吧你出把刀你食尸鬼出溜不舒服对的你要不然好处就是可以食尸鬼解这个三四但是呢意义不大对吧。对，这暗费拍墙，你看你让海盗战搓墩加一块，现在打不过这三六。主要海盗战到现在了几回合了，还没有刀呢，六回合了没有刀，真是惨，对吧？那是为什么呢？现在为什么海盗战都喜欢起手没刀呢？人家不想起手没刀，只是发牌员决定了这把起手没刀。发牌员说海盗战，哎呀，是今天的海盗战都没见过刀，是真的惨。这个暴雪按改概率了是吧、就是刀被退环境了。一个比赛打完再也没有海盗战了。哎，你们说这个战士你把新刀给海盗战用还可以吗？哪个一费的一你把变换刀、变换刀啊、嗯、我觉得变换刀不稳定不稳定, 不稳定能变到好刀那为什么不直接带好刀呢？哦，对吧，不够带啊，就是假如说我想用三把支援阵斧或三把奥金斧的情况下带那个好吗？有点难，有点难。哦，这个真的可以跑了，海盗战其实早就可以跑了，只是他不能跑，因为他是选手，他要坚持到最后。不是这样被跑，我是观众，我也不会喷他。这个不是这个问题，你赢不了呀。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他打下去的话有好处，他可以，他就是只剩一个职业，对吧？对，他可以消磨詹森周的意志，对吧？体力他是很轻松的，也是，是吧？他可以这么打下去的话，消磨詹森周的意志，而詹森周想的是，你怎么还不跑？我好烦呀！我想你赶紧跑，对吧？对，我就不跑。詹森周其实想的是，哎呀，你别跑，你别跑，让我蹂躏死你，我对五个拳，对不对？你让我变个身，对，你让我爽一下，我这士气正旺，对吧？我要一点点积攒怒气，你跑了，怒气断了。是，裁判叫个暂停，不过回来重新布置一下战术。他这个也挺好，他可以就是一直抽不到刀嘛。那下回起手就两把刀来了，对吧？他先把自己人品降到最低，人品先拉到最低值。人品是守恒的嘛，对吧？对对对，我先把人品降到最低，然后再去抬高我的人品。人品是守恒的，但是素质可不一定是守恒的，有些人就是低，是吧？飞火像隔壁这个是吧？上皇主，走我俩中间这东西。嗯，这个昨天说咱们最后说他是按支还是按条来着？一匹，哦、还按匹啊、哦，匹好，一匹天师。嗯，这边的话，骑士还是猎人？是。压力很大，因为特兰克斯黑手很轻松。哎，对，我赢了之后我就一骑绝尘，你们谁也别想追上我。那可不嘛，就他只要赢了这一把之后就可以稳了，就是随便打一打了，对不对？不过我对特兰克斯还是有信心的。哎，因为自始至终吧，没见过海盗战被三关的，对吧？对，我一是海盗战，再一个他叫特兰克斯。哎，特兰克斯可是10-1的男人。是的，对吧？从小组赛打到现在了，我能打十个，真的是我能打十个，60几的胜利来了，这还没变成超级赛亚人呢，对吧？没有海盗，只留一把刀，就这样了。刀来了，刀来了。是的，咖喱这边还有哈里森这样针对一波。嗯，不敢留，费太高。那这个对局其实我是一直认为是海盗战的优势的。嗯，就因为骑士打海盗战的话跟追节奏太难了，但是骑士先手机会大很多。骑士为什么先手机会大呢？你打海盗战你还后手你就更难受。对，但是先手也有一个地方是吃亏的，就是岩术师配合的硬币没有。对呀、啊、是，但是其实你如果打的足够多，我因为我可能打的也不一定、这次算糊了，对吧？我打的很多，这个对局我打的很多，当然我是选择用骑士那方打的很多哈，所以我一直输，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技术问题还是因为对局问题，反正我是一直输。我是觉得我觉得我更好打，我跟那个菜胡不做，不是我跟天师不做评价，就你让水友们自己去理解是技术问题吧，可以吧？嗯，不好评价。那我岩术师拼了一波清场能力，但是呢，因为海盗战的牌是可以直接往你脸上怼的，对吧？你清我场，我还是把你脸怼的。没有挡刀，这个地方就是一眼还眼不好使，战术撤离凑合拿吧。一刀加一一，然后把那个养一下。对，先升是不是升级好一点？还是一刀加一，下火直接就。我的
那什么了，对，就你要没有城管的话就要崩了，对吧？这把刀，这个四攻砍脸就太疼了，而且你不能转报告兵，转报告兵的话我又增加两攻，对，苦痛十增，那出了吧，苦痛还可以，那那边换小武器然后再下回合升级，为什么不直接升级呢？也可以哦，但是也可以先出一加二，对吧？对，先出一加二，这样多一场攻也 不要了。嗯，果然这把武器有点多，三个了，算是升级四个，还不错。这个一的怪至少在现在抽到了，如果在中后期抽到更难受。先升平，哦，直接先平等。那我不出怪了，直接升级怼，升级怼脸了。哇，这个武器升级怼脸，先平等是什么概念呢？先平等就严术师加那什么，严术师加战术撤离，然后回来以后严术师平等又一套。那是不是可以考虑我直接就不出不升级了，我先拿把刀砍你一下，换个一攻怪，然后等你严术师沾你一套以后我再给你砍掉再出升级。嗯，你说要不然的话，不是你这武器加升级砍四还十七，你下窝是不是必须要严术师？萧何又升级了，就是奥金斧了，是，嗯，就我的打法有点上进视角了，不太好。对，主要是手里自己还有英雄打击，我这把不靠那什么了，就不靠场面了，对吧？你是不是得严术师挂奥秘？对，啊，他肯定不管你这个严术师现在。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在于战术撤离在场上，你上个四三二牛，砍了牛，拿回一个牛，再上个牛，对，对吧？你的刀不一定能砍到几下，这是个问题。这个地方他还要猜，有可能是挡刀的，他不一定是战术撤离嘛。就如果说不是挡刀的话，一定是战术撤离吧？对，或者是救赎，对吧？对，他如果猜挡刀的话，就不打英雄打击，我觉得升级要打，升级要打，打英雄打击是很有机会的。对。因为打击的话等于打九还剩八嘛，伤害很足的，就是这个地方如果直接打升级的话打多少伤害，他先砍了，哦，升级都不打了，他打直接打击吗？夏侯和是升级是英打，对，是他是没有算到这次周是有一张牛头的，对吧？因为正常来说的话五费是没有墙的，对吧？那这下的话被挡住就难受了，因为这个墙每回都能出一次，是的，这下最需要一个四三冲锋，库卡龙是最好的，对，那没有四三冲锋的话勉强出这个也能接受吧，对，变成六攻，嗯，夏侯和再抽库卡龙还可以，是两个一换然后再站个墙，对，那这边是出一个四然后把撞然后报告兵，就看库卡龙有没有了嘛，对，有库卡龙就赢了嘛，对吧？对，就看库卡龙吃四大技也赢了，库卡龙吃四大技都赢了，对，对吧？火车王不够费，没有其他可以的，或者抽个奥金斧，这回合再砍一刀，夏侯和对方没加血，还对还可以。哇哦，真的是天选之人，天选之特兰克斯，一个八超级赛亚人 ，Super 赛亚人 ，Super 赛亚。今天是这样，一上来昨天三杠一的通通三杠二，哎，也就是说后面二杠三的全都通通有机会，对，全都通通有机会。那这个比赛咱好看，接着往下看有意思，对。如果今天三杠一都四杠一，那这就后边就一杠三都一杠四，对，很难翻了，对，就很酱油了。这个十一杠一的成绩，哎，这不是一个夺冠的态势吗？是啊，我斗胆预测一下，明天这个是这次比赛最大的黑马，对吧？对，那是因为我们之前对人家不熟悉。下一次如果夏季赛，嗯，他再打出这样的战绩，你就不惊讶了。就像我们看到小七打上这样的战绩，飞虎，我今天晚上就改名，哎 ，New B 贝吉塔，哎，我叫贝吉特，啊，不对，那不行，那哎，还有主动往上送的，是这个智商也是堪忧，啊。哎，那今天这个两场的这个。非常精彩的对决，对，非常精彩的对决，嗯，虽然说最终没有打满这个就七场，嗯，但是我觉得选手的发挥都非常的稳定，是的，啊，也希望这后面的选手都还有机会，嗯，这个 Jason Zhou 呢和奶尬的还有四狗是三杠二，对，然后唯一是特兰克斯现在五杠零基本上已经锁定出现名额，三杠二跟二杠三还有一经过一番三杠二杠三和一个一杠四，就一杠四好像也有机会，一杠四的话怎么有机会？大家都是三杠四，那得需要有两个对对对超高胜的选手，有两个两胜的没打上去，然后其他人都是三杠四，所以一杠四也有机会。是，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会换一组解说为大家带来后面的比赛，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好。